快乐准奶，你是不是每次都是第一个？每次一打开直播的时候，就会出现酒蛋。啊，真的吗？可是我每应该说你刚我刚开的时候，你都会进来，是这样吗？我每次看到的，哎，我也觉得我今天长得特别好看呢。啊，我线上谈话会没有太久了，哈哈。所以呢，我非常早就已经回来了，然后吃饱了。哎，我也觉得我今天长得不错耶，今天的妆很赞哦。可能是我把我再观察一下，今天整个人好像蛮好，还是衣服的关系。这件衣服不知道大家对这件衣服有没有印象？好像去年的发文其实穿过这个这套好看的白色裙裙。我今天长得不错耶，快乐自信爆棚，好好哦。哇，今天皮肤看起来很好，还是因为我最近买了新的气垫粉饼，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它很好用，就很开心。哦，我要来播音乐了，再次打开我的文青笔。哎，我一直有问题可以问大家吗？虽然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呢，我的这个那个一进去的那个页面大头贴，原本是一只熊，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我打开突然变成一个什么高尔夫球，超恶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最近一直在买东西，就是一个换季的感觉，就是大学新生活就应该配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我也很久一阵子没有网购，不知道，超级可怕的。哎，我突然知道，好像可能知道为什么。好，再说，我等下再处理。现在播音乐。对啊，可是我点开我的那个人账户，是原本那个熊泰迪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突然打开就突然变高尔夫球，那是高尔夫球吗？没。晚安。我看一下我今天是为什么比较好看，口红的颜色也还不错，然后这个皮肤看起来很好，这个打亮也不错，然后今天明明没有戴银眼，但是我眼睛看起来很大，自己说。那对，刘海也还不错，眼睛好像也还不错，但今天其实就跟平常是一样的，差不多的眼妆，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起来比较好看。对，今天是 Team TP 初登场4周年。今天的皮肤看起来非常好，光泽感不错。我的网络好像跑不太动，但是我如果连自己的又更跑不动。哎，我现在居然是连 WiFi 哎，突然都很不错了呢。我现在居然是连 WiFi 吗？可是WiFi 今天好像有点跑不动，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卡，所以到底是跑得动还是跑不动？但是我的笔电跑不动，怎么突然那么多人涌入 ？Hello， 是好像现在只有我在博士吗？今天好像这个时段，真是哦，礼拜五的8:30的话，我很少礼拜五8:30播。对，大家猜对，我今天为什么会8:30播，就是因为前面在线上谈话会，所以就比较晚直播，然后因为礼拜日要表演嘛，对，大家都会来看吗？好吧，8:30这个奇怪的时间确实，但就想着因为怕中间可能工作什么差错，所以不想要跟工作时间距离太近，就拉开了一点距离，这样子就不怕延误工作的话直播也会耽搁，所以呢就挑了8:30一个充裕的准备期。上次有说是8:30哦 ，Siri 有跟你说。对，我今天就是没错，我今天就是往常的一条龙，就是哦，其实我是先知道今天有那个谈话会才排直播的，所以他说哦好哎，那天谈话会，那我就那天晚上直播，这样我就难得我就。我在讲什么？这样我就不用多化一次妆了，我就可以一个妆用两个活动。哎、欸，我今天的网络直播居然很好，但是我的笔电居然无法使用。
是太令人难过了。但其实这样也不会很忙碌，今天因为时间都蛮开的，错开，所以就是还蛮充裕的。好，我连上了，来，今天要听什么呢？ Twice 出新专辑是吗？太棒了吧！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有可能哦，对，要用好用满。没有啦，是那个什么，哦，对，我最近发了新 cover， 这个我原本其实想要 cover 这首歌，因为我知道他要出了，我说 Twice 的新歌，因为我知道他要出了，但是后来我就突然发现 IVE 就发新歌，然后就给他学一下。然后那天我是晚，你知道我是凌晨学的，我是凌晨学的，就是我那时候好像12点，我就发现雨林已经发了。我那时候想说，这个应该还没有人发吧，还没有人发吧。然后结果嘞，我就看到雨林发，然后我就想说那我隔天晚上再发，因为我比较习惯晚上发完。然后结果下午吧，妮妮也发了，直接一个落后。对，慢了慢了，没关系啦。啊，今天做 EP 吗？还是哈？我只是想要播个歌。等一下，对，我没有抢到首发，但没关系啦。就是一个挺突然的，给大家发了 cover， 大家们吓一跳。听一下新歌好了。有啊，我其实很喜欢 IVE， 大家不知道，我就是从他们那个什么，他们的 Eleven 的时候就很喜欢他们。其实我原本也要跳，想要跳 Love Dive， 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对，我今天不是我今天。我那天是第一次发 Reels， 然后感觉成效还不错，蛮开心的，但就是第一次发 Reels， 还不错的成效，所以就蛮成功，蛮成功，这样看看看喽，看看喽。那我们现在想要找别人一起跳，找钟子萱好了，就想要那种，我还没有用过那个合作吗？合作影片，就是协作合作，要开学没了，那个啊，就是一个协作的那个，就是你可以跟他就是一起发布的那个，好，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我比较那个也算是新功能，我也想要用看那个功能，但是好再说。对对对，就两个人一起发的那种，对，品牌合作，也不是类似品牌合作那个，对对对对，类似那样，对，像那样，然后就是两个人的主页都有那个东西，这样。好，真的讲的语言能力丧失的颇严重。反正总结呢，这一周发生的事情，首先就是拍了 cover， 猝不及防的快闪，这两个人同一时间发，就可以出现在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人版面上，就是你一个人发，然后你确认合作另外一个就可以出现在两个什么河道。反正这是一个蛮方便的功能，对，可以同时出在两个人页面上，那就不用两个人一起，就是还要分开发，就可以一起共享。对，意料之外，就是其实当时也挺突然的，对我来说也是挺突然，就是我就是突然来拍一下好了，然后就拍了。为什么？好
酷哦，河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形容词。有这个有很多 twice 的新歌，对，还蛮方便的一个功能。但是好像因为我没试过，只听说就是在用的时候，你要另外一个人马上按同意才可以联动这样。对，新功能可以试用看看。反正对，错失，对，他们刚刚在对错失良机，但没关系，还是 OK， 流量有进来。布丁发大财，没事。对，就是类似那样。然后，反正我就是前一天晚上临时决定要拍。啊？为什么？临时决定要拍，然后隔天就拍了。隔天我原本是想说要不要在我的那间房间，但是我就发现因为那间房间比较容易热，所以我就是在这里拍。然后我在哪拍？我在哪里？这里，那边原本有个插头，这边有一块白墙。我这个就是很临时的，通常不是。我通常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这人比较随性一点，就是突然决定什么事情，然后就去做。不要这样，就在流汗就会很丑。反正就是，我就是讲，反正就是我最近的口头禅。那边有个插头，就是那边有一片白墙，然后原本有个插头，我就想说怎么办？这个插头要怎么办呢？要遮起来吗？还是算了？但是不知道好像有点好笑，有点尴尬。虽然也是还好，但是。我本来想说要用什么折，然后我突然想，我不是有那个，就是你们刚刚看到那个贴纸卡片，就把它放上去。我想说不要用布幕，就是我想要在白墙前面拍，反正我就把那个卡片放上去。Yes， 是特效。我其实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那个我是用。关键帧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功能，但我之前其实不知道，我不知道原来这个运镜是要自己剪辑，我以为会有什么自动什么的，好像有什么这种自动跟随的那种脚架之类，但是我目前没有，所以呢，我就自己去剪辑这样。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尝试，然后因为我那天拍完之后要去培训，然后我那时候就比较赶，然后我想要在那天发，所以我就是大概弄一下。对，我以为内建好，就是你只要把影片丢进去，然后它就会自己找那个人。好吧，我想太多了。希望有人可以研发这个功能，我很感谢你。好，应该蛮困难的。好，反正就是，好，因为那天拍完晚上要培训，但是我又想要在那天的晚上拍完就马上发出去，所以就随意的。稍微的粗糙的剪辑一下，可能不是非常的流畅，但请大家多包涵，毕竟就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关键帧的功能，这还是小新手，请大家见谅。谢谢吴宇旭飞3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你的支持，不错吧？好吧，那我真的没办法，我没有钱，没有资金，各位没有经费。没头晕，那可能再过一阵子，也许会有这个功能。我其实一开始有担心说会不会晕，就是让大家看的有点晕。但是我后来给三号看，他说还好，那就他三号没问题就没问题。听三号的好吧，听三号的。谢谢侯颖送的梦幻泡泡，他说还好，我就 OK， 那就这样吧。对，我在刻意压抑中被发现了，是哪个晕？结果就是，哎呀，我想讲，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发了一个 cover。事故，事故，我是事故丁哎、欸，不是那个手机从脚架跌落下来了，幸好这里。幸好这里还蛮干净，应该不会拍到什么凌乱的画面。幸好我最近保持得非常的干净。哎、欸，好好笑哦！我不知道刚刚是长怎样。すみません。但我目前还没有要换手机啦。我原本是很想要买平板，但好像想说先算了，先算了。我原本想说，就是买一台平板。怎样？你有新的？我不要买新的，好贵。我那个勤俭的金牛座。对啊，不要不要新的，新的好贵哦，买不起啊。对啊，会上瘾哎。就我最近一直在买东西，然后就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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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买。哦，你真聪明。不要，反正就是。Then， 我要说的是，我要说的是，后来我又觉得好贵哦，就也不确定会不会。很会不会常用到、啊、我说以后会不会常用到，毕竟我现在已经有笔电一台了，就想说没关系，先缓缓。 And 就是不要再就是买了就会常用到，不一定啊。其实我超少，最近超没有，几乎没有在用 AirPods， 因为对，就诚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平常在家的话是，或者是在家或者在这儿，就是不会用到耳机，就我都会把音乐放出来。但应该之后开学就会比较常用到的，因为我有给你们看过吗？我帮他买了一个可爱的壳，啊，好可爱哟、哦！然后他偷爆料，偷爆料。前几天我就借给他用，他觉得很好用，然后一号就买了一台新的给他。好好哦，怎么这么好啊？没有，是爱心。我们一号是重启魔人。对，我也在想说他有点吵，我还要买另外一个，或者是我把这个铃铛拆掉也可以，自由调配，这啊，这很可爱吧？哎、欸，我给你们看过壳子吗？我给你们看过吗？其实我忘记了。这个壳要拔不好拔，没关系，我已经拔了。不太擅长拔壳。对，就是我想说，至少它在哪里，我大概可以听得到它。虽然用寻找功能也可以。Why you？ 哦，你们看过了吗？哦，其实我没什么印象，还是我只有口头告诉你们。Why you 啦？因为镜像，哦，我只有讲过。说的也是。壳很可爱吧，新买的壳。但我最近都没有在用它，因为我买现在壳到了。壳，还要买另外一个红色，然后这边有个蝴蝶结，那个就没有铃铛。对，我最近就比较少在外通勤哈，之后就可以用到了，之后就可以用到了。哎，嘿嘿，好，收起来。
都没在用它。之后开学应该会比较常用到，出门在外需要音乐陪伴，没有押韵，还好吧。好，我可能之后会把那个铃铛拿掉。对耶，好，我把铃铛拆掉，或者是换另外一个壳也可以，可以。先不要。好，我刚刚讲了什么？顺便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观察，不是观察，就是我的 IG 发现了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发在那个舞蹈前一篇的那个文啊，舞蹈前一篇的那个文，就是我 reset 的那篇文。那篇文呢，意外的，就是好像是可能出现在很多人的探索里面吧。然后那篇的触及就超级爆高，它总触及人数好像到了10000吧，很多。我是很少触及到10000的那个什么贴文，但是它的赞数还是就是没有到。他触及10000应该要到的数字，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他如果触及10000，他至少要有一个1300或1400吧。但是他现在还没破1000，他应该过几天就会破。但就是蛮突然的，成为触及特高。不知道，因为但是你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说人不准，就不一定每一篇文都可以。对，现在987，哎，他在骂我，我的网络怎么断掉了？他现在的那个很难懂，哎，他不一定每篇都会在。不一定每篇触及都很高，就他触及很高，通常是他就是在探索，然后就可能出现在别人探索这样，触及就特高。我就想说，我的贴文是怎么样，很不值得别人按赞，是？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都不会想要按赞？就是疑问，就假如说有这篇文10000个人看到，但是居然不到1000人想要按赞，是这篇文这个照片。这么不值得再按赞吗？来反思这件事情。就是 why 我网络是不好啊，当掉了。Oh no， 没网络。有吗？大家看得到我吗 ？Hello， 请按赞。哦，但是我的平板、笔电连不到网络。啊，真的哦？哦，我以为我的手机也不当。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正常啦，据我的观察，正常一般普通人照这个触及哦，敲错触及，照这个触及来说，应该会在更多人按赞一点。但是，不啊，我的贴文很长，可能触及很高，但是赞可能没有很多。好，我不是特别，就是不是特别的沉迷于网络数字数据当中，但是疑惑了一下。但没关系，我觉得我的网路差一点要在那个，应该不是的，因为我其实也没有用什么关键字，有时候就是看一个时运，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有。
油就是油，油重了就是重了。Hello 旅馆，哎，我的网路好难过，我自己唱歌。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对，我觉得我超没有演算法的缘，我觉得我的 IG 账号跟演算法很无缘。有啊，我就是 Reels 发完 Reels 之后，追踪数好像有变多人，但是你知道，就是我的 IG 不知道为什么，就每天都会有人推追踪，你知道吗？就是大概假如说我一天，假如说增加50个追踪好了，但是大概就会退掉十几二十个追踪，等于说我那样一天就可能就二三十个追踪，原本50个，后来变二三十个，然后就想着为什么每天都有人退追踪我，我这个不懂。我就直接看洞察报告，哎，就是，可是他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推在上？每天哦，是 every day， you know， every day。那幽灵账号有那么多吗？已经很久，每天 every day， 每天都有一大堆人推追踪，对，走上不对，就是有一种，哦，我要进步，然后我直接被狠打回来的感觉，你知道吗？好委屈，好，其实也还好，但是就是，哎，就是，但是就是，重点就是，已经很这个现象持续蛮久了。就是你要清幽灵账号，你应该清完了吧？还是他每天都要清？你真的有那么多幽灵账号吗？好，还是正数啊，好棒！好吧，反正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我的那个什么，我的账号非常的不被这个大数据给接受。对啊，快超过，但是好像也还好，还行。网络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对，我知道那是浮云，我没有说太在乎什么，我看了我心会难过，没有说我会很在意，但只是观察发现这个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连不上。就像我 IG 曾经有一个时期，大概2020吧，有一个时期的那个这个进步幅度是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大概每一篇文都900-1000多个赞，就是从我最一开始创办账号到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最高峰。后来就掉了，就是莫名其妙就是飞下去降落，然后降落之后就起不来了，然后现在就是偶尔起来，偶尔还好，偶尔烂泥，偶尔积极，但是对比。好，我没有要跟别人竞争意思，但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觉得我的就是这么多年了，四年了，但是或者是说现在跟两年前就是完全没有，如果是拿出来比是完全没有成长的。对，但也不一定，有时候一直发文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只是拿不准，但好像也没有说你很常发文你就很多触及，也不一定，就是我也说不准，但我就觉得自己跟两年前就是一样，就是对，就是没有进步，这样就 so sad， 没有 sad， 就是稍微的，哦，是这样子啊。有前阵子啊，原本是多少两三天就发一篇了吧，好像还是没有，但是后来好像又没什么那个，还是我持续不够久，但
但好像觉得还好，所以就重质不重量，重质不重量。为什么笔电没有网络？没关系，我不管，我就是要大起大落，我就是任性鬼。我的笔电连不上网路 ，no。那我就尽量再看看喽。我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个任性的家伙。对啊，超奇怪的，我直播到现在都没卡，然后那个什么笔电完全连不上，但我觉得没感觉，不确定。哦，真的吗？我最近都自拍是不是？好像最近都自拍比较多，因为最近没有出去干嘛，最近比较忙，就顶多只有表演照跟一些自拍照，就没有出去的一些照片这样。没有，有时候全身照也不一定会比较触及比较好，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是一个谜。没人的时候怎么着？没有，我都晚上发，我都哪有，我都是晚上，我不是说我不会超过九点半吗？我就最近的九点半以前就会发，因为我就看东桥报告，他就说哦六点到九点这段时间人比较多哦，我就 OK， 那我就这段时间发，所以我大概就八点会发吧。有，今天又修了一个，修好了。哈哈，对啊，九点半太晚，所以我就发大概八点呢、啊。但我觉得现在这种推的力量好像还好。早上哦，我觉得习惯晚上发，好像是差不多，有可能，因为怎么讲？如果是触及多，就我来分析一下，如果他的触及是集中在有追踪你的人的话，你前面一个小时如果赞数，我之前观察第一个小时赞数有超过400的话，那篇就有可能会1000总数。然后如果他是像我刚刚讲的那篇，就是他一开始好像前两天吧，好像才700吧，但他最近就一直在增加，就变900了，这是后面的。探索的触及，所以按赞的可能就不是粉丝，就是有追踪我的人。不要星期五发，我上次什么时候发、啊？没有，我有星期五发吗？今天不是，今天是星期五，我今天没发、啊。反正就是，哎，不要，反正就是对后市看涨。如果他的主要触及是没有追踪我的人，他就是后市看涨。如果这篇按赞多的是追踪我的人，那他就是前面要先赢在起跑点。打算啥时发？目前还没有想法。哦、然后后天表演又可以有照片了。哎，后天表演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应该有一首，就是算是对我来讲是比较鲜少出现的一个，还是不要透露太多，反正就是期待一下。强买是什么？少买。怎样？我觉得啦，这首歌啊，不要透露太多。No， 反正就是比较不一样 ，OK， 不一样。哦、oh, ，好像是哦，反正就是不一样。反正这两天就可以看到啦，很快哦，要注意不要 TPO 哦，了解。反正大家都期待一下，
期待两下也可以，三下也可以，四下也可以，五下也可以，期待六下。真的假的？这么少的吗？没关系，我们最近走重质不重量风风格，重质不重量，不是暗号，我是随便乱讲，不是暗号。我想不到这首歌可以有什么暗号哎、欸，不要，我不要讲太多，我不要爆雷啊！反正我就说了，可期待，可期待，好不好？这三个字意味深长，嗯，意味。那个词怎么讲？我不会讲了，我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可期待。哎呦，我没有音乐，我好暗战哦。不行，我不要再讲了，换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我们这等下就会脱爆雷，没有，应该还好吧？我人生中还没有真的完全爆雷的经验吧，都还好吧，还可接受吧，可期待。对啊，我当时就说期待一下，我今天期待一下，那期待一下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一句话。就你期待一下，你自己期望太高，那就是你的期望太高，没有叫你期望这么高。但是如果就是有符合你的期望，那就很棒。不要不要，很多，对啊，我很多东西都没有晚知道，好不好？这是委屈，很多事情。或者是一些事情我也不会记得，就是假如说，哎、欸，我们表演今天开始，我也不会记得。对，我是走暗示路线的，但看你们有没有跟我有默契，或是有没有那个智慧。但这首歌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暗示，反正我就说可期待了嘛，就可期待。我知道后面几点开始，好像是好像蛮早开始的哦，4点吗？还是6点？应该是蛮早，好像4点哦。还是几点啊？反正就是那个下午的时间。我又在讲反正就是，我人生就充满了反正就是。哦，5点呢？哦，4点进场，哇，我答对了一半。好想听音乐。我只要能记得到就好了啦。我能记得到就好了啦。我只要你表演几个 part， is the secret。OK， 自己唱。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对，就大概没有，我是真的有印象，我自己清唱。那这样我就不能讲话，我要边唱Yo，然后边唱歌嘿，这样吗？好，看看看起来很强，我今天是特别嗨啊。可能我今天看到我自己长得比平常好看一点，我就很开心。耶、yeah ，音乐要下来了，嘣嘣嘣嘣。怎么还没回来？哦，他出门了，难怪我没有网路，笑死！哦，你为什么？哇！噔噔噔噔，好有趣的一个东西。那我要点什么？道具组买的新玩具。喂 ，Hello， 这是道具组买的新玩具，很可爱吧？反正就是看起来，不是，反正就是比平常。你们想要听我唱什么歌吗？我最近没有学新歌。哎，这 echo 有点重，我不知道怎么调，不太会使用。好，但我要先连上网络啊，这是重点。我没有网络，我要怎么播音乐？对，它会发光。我的脸比较大，这是粉红色的，很可爱。但是呢，道具组买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可以自动消除人声，那好像其实没这个作用，但就是，哈哈，可期待，可期待，这可能会成为我最新的口头禅，可期待。对啊，回音好大哦，那我不知道怎么调哎，求教学。对啊，这个光不错。喂，我记得还可以变声。女神模式，这是女神模式，这是女神讲话的声音哦，你知道吗？女神讲话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完全不女神，这根本就是小可爱。
但是他也有一个小可爱的声音。不行，这个讲话害我想要变得跟他同样的声音，所以不行，我要维持我自己。你吸了氦气吗？男神模式，我觉得他男神也完全不男神，这根本超像我平常讲话的声音，这完全是我平常讲话的声音。这完全是我平常讲话的声音，再更低一点，这样造句子，哈哈。好的，我们找人。哎呦，对，我平常就是男神呢、欸，完了就是布丁模式，就跟我讲话一样。我讲话好难听。没有啦，没有，我的声音其实已经没有算很低了，好不好？就女生来说 ，OK， 我觉得我已经普通了，好不好？我以前声音真的比较高，那我老了之后就变猪。娃娃音，娃娃音，这是画饼，这完全就是画饼，这是画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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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饼什么饼啊？画饼都在家，我上次在家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拿出来，哈哈，没关系。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a 的妹妹布丁。Hello， 魔音模式。魔出门我就没网路了，我原本连他的网路，因为今天网路好像跑不太动，今天这里的网路跑不太动。这不是男神模式，这是布丁模式。布丁模式，哎，动了！大家想要听我唱什么歌？因为我想说，我怕它过热，所以就不想开热点。Yeah， 大家想听什么歌吗？对，就最近的是男神模式，但其实我最近好像没有很会唱歌，我要学会怎么用这个，我要学会怎么把回音 echo 弄低。沙发哦。可以接蓝牙。它可以，也可以当喇叭。这个吗？蓝牙连接成功。哇，我真聪明！最近有什么比较红的歌？哎，有了。这什么意思？很小声。Now I have to get over you again. 哇！我要唱 Rumor， 可以啊，反正音乐不是出来了。Rumor 很难唱，Rumor 真的很难唱歌吧？而且我们都要用真音唱歌，虽然可能听起来。没有很真音，但是用真音唱的。
我会唱啊，但我需要歌词提点。这是第21分，这里是 Hit FM联播网，马上来锁定今天另外一首新歌首播，他们是 AKB48 Team TP 的这一首全新单曲《无根无据》。嘿，万赞！嘿，万赞！好啊，哎，对，我还没有跟大家聊过这个件事情，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应该大家都听不出来，但我觉得有听得出来吧，有一点点啦，有吧？哎，你们现在底下的人猜我唱哪一个 part？ 全首都会唱啊，听到烂掉，没有啦，哎，快点猜我唱哪一句，我等一下唱完再公布。日子长啊，飞奔的无时又无息，总想与现实的真现实有些模糊不清，一针可惜，一副神机，却豁出去跳到底，你所有如梦如梦如梦、哦、爱人的如梦，请告诉我不过不说，若我们能够决定是守候，天亮是否不再困惑，恋爱中如梦如梦如梦是道听途说，虽然明白什么，却忍不住烦忧，一旦喜欢哪怕无根无据如梦。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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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Hey what's up? Come on let's do it all night. 结果全部都有我。Nothing nothing nothing. Hey what's up? Keep laughing coming all night. You know keep dancing all night long.印象关于你的记忆里，顺其刘海造型，只怕随风飘扬，永远雀跃不已，想一路跑个不停。如今也发色也变得流行，演了几场爱情，在舞池和你交错的瞬间扑鼻，一阵清晰的香气，如此未知你就是。很明显，这段没有我，因为我不是一类老舍。都行，嘿，没烦了你，好顺利，像那种如梦如梦如梦哦，明暗而如梦，每晚能量纷扰不休，一杯一杯邂逅，我很赤裸裸，全是你故事的段落，所以说如梦如梦。管他从前以后，不管我去如何，没有啊。你所有如梦如梦如梦哦，孩儿的如梦，请告诉我不过胡说。守候天亮是否不再困惑，恋爱中如梦如梦如梦哦，如梦还在猜，反正只是道听途说，虽然明白没什么，却忍不住烦忧，一旦喜欢哪怕不跟我去如梦。 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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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Hey what's up? Come on let's do it all night.Nothing,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Hey, what's up? Keep laughing coming all night. You know, keep dancing all night long. Yo, 是的，听到了。耶。AKB48, 好累哦，唱这首歌很累，各位，这首歌超累。哦、oh.。只有一段没看歌词那一段，我需要补充点水分，然后这首歌全部唱完超爆累。对啊，喂，好，我好像都没有人知道，好，我来公布一下哈，这里有、哦，一针可心，一副身体全豁出去，
这个部分，还有，那个，我怎么一翻就翻到？这里，裙摆随风飘扬。前面啊，曲目随风的感觉有一点啦，好，可能是我自己脑补，说不定里面其实没有我，但是我就觉得有啊。嗯，还有，哎，哪里？没烦了你哦，没烦了你，对，没烦了你，好像没了。还有那个啦，英文字的话。是 come on, let's do it all night. I know you know. 对，然后 nothing， 哎 ，nothing 应该都有。Hey, what's up？ 应该都有。美翻了你，对啊，美翻了你啊！再听一次。好吧，可能真的没有。哈？我也不知道，哎，应该男生应该是全部。没烦的你，我觉得裙摆随风前面有一点点，真的啊，真的啊，没有吗？裙摆。我猜是裙摆随风飘扬，永远雀跃不已。有吧？一样吧？还是其实不一样？其实那根本不是我。再一次。子萱哦，子萱，其实子萱我也有一点点听出来，不一样吗？不一样吗？我觉得裙摆随风飘扬，有啊。裙摆随风飘扬，永远雀跃不已，有吧？没有吗？一点点。哎，子萱，我找一下。哦，这里啊，这句啊，如今也发色，这里，刚刚那两句 ，Hello， 有啊，有分啊，对吧？有听出来吧？其他的我想想，我不确定。有啊，有分啊。和那个啊，道具组，哎，他们说那个声音很像呀，我找一下。眼神模式。不是唱歌啦。眼神模式。娃娃音。魔音。这个啊，这个声音有像你吗？没有啊。有点。哎，好像有。87分。87分。再多说几句话。87分像。87分像，还好啊。那如果你用这个声音讲话，变怎样？你讲看看。87分像。哇、哦，越来越低。哦，对了，很低。87分像。好好笑。原声。不要加用娃娃音，他用娃娃音就跟他用画钉一样。好啊，反正就是rumor。Yeah。还有什么歌？我要听那个啦，来听一下我的那个。为了你，
我不要唱这首，真的很累，各位。为了什么？明天还明日啊？明天，明日，哦，明天。为了明天而接吻。日本法的料理，源自天然食材洋法理念，添加无花果及异果精华，明天重新调配。头皮谢谢吕冠说，戳戳你。谁唱的那么好听的？没有来。日文是写明日吧？我说日文汉字，还是我忘了？完全没在唱。对啊，但这个是我唱的版本啊，还是你不知道这个是我唱的？有人知道这个是我唱的吗？
对，对，我上礼拜才唱。好，哎，上礼拜 reset， 哎，聊过了，傻了，我傻了，各位。全新宝丽镜，不错吧？99.9%有效去除细菌和病毒，宝丽镜口腔护具清洁剂。不需要唱您。2022日本年度周末票房冠军，打破日本台湾航海王影史纪录。我没有要看。航海王剧。对啊。那大家知道，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我哪里有唱吧？毕竟我有在台上表演拿着麦克风。就像每眼角低垂疲惫的侧脸，看不累的风景也不过人。哦，从哪条来沉甸甸对悲伤的优点？为什么事情不太对？人一生里，偶尔措手不及，偶尔的失意，日子毕竟不会永远放弃。让我陪着你直到黎明，睡不着的夜格外清晰，不需要目的，不必找话题，像这样一起默默待着就可以。
但是我哎呦，我又忘记《柠檬年纪》的歌词，我来找一下。柠檬的年纪，我是柠檬，我是柠檬，我柠檬啦。哒啦啦啦啦啦的晚安，流着花旧时的窗户旁，等待着你出现的光晕，你已将我掩藏。流着泪，悄悄悄在慌张。我会啊，大概会。你要拆桥墙。现在唱哪里？把我的眺望透进难受的无意名章。这一颗还没熟的柠檬，用双手温柔牢牢轻碰，像在哪里哦，都包裹交给你我的所有。这一颗还脆弱的柠檬，故事里太多青涩的梦，看着急的我却又能做什么。啊！哎，口白哦哟哎！寂寞的小樱花破空荡，秋叶被你漂亮的剪下，突然之间的一个刹那，视线似乎不小心对上，不愿让你察觉到。默默地离开了窗户旁，告别为我单恋的夕阳，呼吸突然的无法按耐。爱就像还没熟的柠檬，越走越困惑，越不敢动，却觉得无所忽悠，忽远忽近看不透。爱就像还没熟的柠檬，明白着太多酸甜的愁，感情自然又唱错段了，却又能做什么？哼，一直都很喜欢你，只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从家务窗户的牌面偷偷看着你，在车上徘徊奔跑的样子，假装深深被你吸引。有的时候好像不小心被你看到了，每次都害我突然吓一大跳，赶快躲到窗户后面，不断幻想哪天你练习累了，一定要亲手交给你那一颗我始终牢牢捧着的还没有成熟还太过脆脆去了青涩的柠檬的柠檬，用双手温柔牢牢轻碰，想把自己都包裹交给你我的所有。这一颗还脆弱的柠檬，故事里太多青涩的梦，干着急的我却又能做什么。我在努力学习，我在努力学习他们，我们萨卡组的那跳的人的声音，就是每次在后台等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好像是没有学得很像。好、啊，我认真的念一遍好不好？我还不太顺，你知道吗？我要再给我一次机会，还抓不到拍子。我有努力，但好像失败了。好 ，take two，take two。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在凭我印象中的声音讲出这个口白，但好像模仿不太像，所以我要用普通的声音来讲。一直都很喜欢你，只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从教户窗户的旁边偷偷看着你，在穿好灰灰奔跑的样子，早就深深被你吸引。有的时候好像不小心被你看到了，每次都害我突然吓一大跳，赶快躲在窗帘后面，不断幻想哪天你练习累了，一定要亲手交给你那一颗我始终牢牢捧着的还没有成熟还太过脆弱青涩的柠檬。啊，有了有了，很难哎、欸，很快哎、欸，哎呦哎呦。
因为我们怕念不完，所以我觉得有点赶。你喜欢上一个版本，再一次，再一次。好，我要努力，我要努力。一直都很喜欢你，只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从照顾窗户的旁边偷偷看着你，在操场挥汗奔跑的样子，早就深深被你吸引。有的时候好像突然了，唱错了，不是，你知道，因为他们是每个人接着唱，所以他们一定可以从中间可以先讲。所以呢，我如果一个人这样讲完的话就很困难呢、啊，因为他们中间会交叠啊。但我不行啊，我没办法交叠呀、啊，跟谁交叠？一直都很喜欢你，只是怎么也讨厌啦。再一次，好难哦。不行，我要全部念完。一直都很喜欢你，只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从账户上账户。好，第一段念完了，好，换第二段。从教室窗户的旁边偷偷看着你，在操场挥汗奔跑的样子，早就深深被你吸引。好了，没有吧？第一段是一直都很喜欢你，怎么也说不出口哎、欸。哎、欸。交互。哎、欸，又来不及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不小心被你看到了，每次都害我突然吓了一大跳，赶快躲到窗帘后面。好，他们的声音都蛮明显的吧，我个人觉得。困难了、哦、哎不断幻想哪天你练习累了，一定要亲手交给你那一颗我始终牢牢捧着的，还没有成熟，还太过脆弱，青涩的柠檬。有啊，怎么念完了？一人分饰四角，交给你我的所有，这一颗还脆弱。的柠檬，故事里太多青涩的梦，该着急的我却又能做什么？小慧是哪一个啊？哎，吴奇慧唱哪个？吴奇慧是别组吧？吴奇慧还是哪一组 ？Bellflower。吴奇慧在哪里？吴奇慧是吗？是 Bellflower 吗？还是 Daisy 呢？应该是，哎，是 Daisy 吧？不是你。你的联络人里没有叫做 Daisy 的人，你在找谁的联络资讯？我这无言。听过这么多人说，就你说的最有感情。你现在在讲什么？喂 ，Hello Siri， Hi Siri， 你在讲什么？不清楚，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吗？好 ，Hey Siri， 谢谢你的帮忙，你可以休息了。很高兴跟你聊天，再见。好，终于走了。他每次都莫名其妙蹦出来，我真的没有干嘛，他就蹦出来。来，听一下吴奇慧。这是主竹哎，很明显。窗帘后面。我在幻想哪天你练习累了，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柠檬，柠檬，你都听到了，柠檬，来。没有成熟，还太过脆弱。青色的柠檬。害我突然吓了一大跳，赶快躲到窗帘后面。我的幻想，哪天你练习累了，一定要亲手交给你。那一刻，我始终牢牢捧住的，还没有成熟，还太过脆弱。青色的柠檬。柠檬，我柠檬啦！冷冷轻碰，想把自己都放过，交给你我的所有。哎，我应该可以来唱我没有唱过的歌，对不对？好点子！我要跟子萱合唱是吗？我要跟他合唱那个吗？跟他合唱奇迹。哦。嘟嘟嘟！哎，我要我爱你的歌词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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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奇迹也赶不及。什么歌词？哦，笑死我！不应该不会跳到。低头靠在风色转牌，我平静的等待，不敢落盘，没有意外。100%，你全不可能来。我明白，两人两人一副太真爱，瞬间眼前的脸传给我了的帽子，忽然被月月吹开，直到现在。哇，子萱好听。或许奇迹也赶不及降临身旁，爱总太复杂。匆忙。太看错对段，看错段。当了红章，要让脊梁弓悄擦过我肩膀，我捋的步伐才终于追上即将和我相恋的他。对对对，不会跳，我只会大概跳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胸口怦然，哎，是站着，对，我的世界加快，燥热澎湃，新的预感，最近拐弯，越想越奇怪，好难挨，苍郁的生命树影弥漫，落日一缕一缕对我敲着看，渐渐泛滥，强烈的不安，彼此深爱，怎么跳？你该怎么乐观？或许奇迹也赶不及降临。爱总太复杂，跌跌又撞撞，曲折的曲折没迷惘，就算木板勾车划过我前方，我不会彷徨，持续着期望，等候着属于我的他。好好耶，不要跳脚。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或许奇迹也赶不及降临身旁，爱总太匆忙，不为谁停下，焦急的人叫人慌张。要让脊梁弓悄擦过我肩膀，命运的步伐才终于追上即将和我相恋的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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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哎，我刚刚应该我有帽子可以戴啊，我应该，这个要跳那个制服。好了，跳一下。今天是 UNI 曲大赛，这个要配哪个嘞？配这个，打打电话聊聊天，暗指彼此是我专属的秘密。这个啦，
着你，不存在没关系。我是你的一场恋情。哎，我这里跳错，你知道吗？不一样的王子殿下，虽然帅不是第一印象，我却对你的单纯无暇无从作假。给我歌词提示，我就会。当王子殿下，虽然都不算是你的评价，但你独特的温暖善良都梦到我。我亲爱的王子殿下，逆转的王子的王子殿下。绝不向任何的朋友介绍你，心里一个字都不会透露出去。改天到家只来再吃饭 ，No thank you， 甚至连妈妈全得保密。悲剧的可怜插上这没关系，随便的敷衍没关系，请不要再管我 ，Everybody 就当做我自己跟自己演戏。不想好像情不理的赖着你。并非顾虑留言的压力，脸皮皮太浪费甜蜜，深藏不露的王子殿下，猜不清你的真身锋芒，不修边幅假冒造的反美丽爆炸。深藏不露的王子殿下，总是不擅长丑陋穿搭，早陷入你的直率坦荡无法自拔。我亲爱的王子殿下，噔噔噔噔，不一样的王子殿下，虽然帅不是第一印象，我却对你的单纯无暇无从造假。不一样的王子殿下，虽然高不算是你的评价，但你独特的温柔善良多么难忘。我亲爱的王子殿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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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有唱啊。没有没有没有，咪友要唱，咪友要唱这首了，唱过。谢谢七月的告白气球，来吧，我们来。哦，谢谢这个广告，让我的时间换装。抢装抢装。哎，我还要里面找歌词。Oh no！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等一下。等一下，制服，哎，好像不用那么急，好像还没，耶、yeah, ，来得及。噔噔噔噔。拉开衣摆，折起裙带，能多短我剪多短，修修改改不是爱搞怪，为自由无声呐喊。涂上唇彩鲜艳的说闪，而其实却一片空白，快乐桥段全部都无感，什么还值得期待，想不停的手机不知道被丢哪去，反正没差异，只是不重要的邀请，索性静音假装忘记，懒得打理，穿着制服我就拥有抵挡现实的保护，继续对抗拒绝背负成长的包袱，穿着制服孤独依然抵挡现实的祝福，这也说不那也说不，未免太辛苦，当个乖孩子停摆步，抱歉我坐不住。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关系。
在挑染睫毛中一排，别惹我别靠过来，不厌其烦碎念不完，又怎样我才不管，计划打算可浪的浪漫，梦想成败我不稀罕，学校倦怠发作的无奈，一叠考卷向谁交代，结束毕业典礼不知该何往哪去，爸妈没兴趣，只是不重要的问题，索性放弃，关灯闹铃，睡到自然醒，脱下制服我就即将承受现实的残酷，无力对抗眼睁睁在成长中麻木，脱下制服心就丧失承受现实的态度，遍寻不着偏执的全该会往何处，像个大人般听话世故，从此不再反扑。我都算是都有，就是都看。不会啊，我不会那个好难哦。一副面无表情，眼神怕了乱迷不平，一切的意义只是不重要的东西，索性逃避翻越墙壁，我还年轻，穿着制服我就拥有抵挡现实的保护，继续对抗拒绝背负成长的包袱，穿着制服孤独依然抵挡现实的束缚，这也说不那也说不，未免太辛苦，当个乖孩子听你摆布，抱歉我做不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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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好，其实不太会跳，很想啊，但是不知道应该是没机会了。不要再唱了，我好累。什么让他许愿让他跳，让我跳这首？算了，还是不要这个好。累耶，唱歌好累，各位。就不是人，不是人类，是喉咙累。可能我用太多喉咙之类的。爱就太匆忙。可是就算是没有用喉咙唱歌也很累，反正就是唱歌就是累，我觉得啦。好了，我唱完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听我的UNI 曲演出，今天的 UNI 曲演出就到这边结束，还可以唱什么歌？输一米吗？心理作用，虽然我今天没有吃很多，但是就是喝了，呵呵。
欸，我还没有，我好像不是没喝过双鲜，我也不确定。是还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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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没喝过欸。也赶不及将你身旁，爱总太匆忙，不为谁停下，找谁的真相让慌张，两人竟然共同擦过我肩膀。其实我应该还可以唱别的首歌。今天就是一场公演，真的假的？但我觉得其实每招还好，我不会觉得它味道很重。我想想哦，我们来唱安口曲好了。这我要讲什么？你要什么？这我要讲什么？安口曲，那个叫什么啦？珍珠美人鱼都会讲的那个叫什么？安口曲，安口曲，好啊，请挥到一下虎头。来个安口曲。又哎，什么？要不要来一首安口曲？噔。注意后会墨迹，为
越苦恼越清醒，妒忌泛滥难以决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谁？谁要来了？嘟嘟嘟嘟嘟嘟嘟，不知道什么心梗，我落后了吗？下一首歌，哎，赶快找歌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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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嘟嘟嘟嘟嘟，好，哦，好难的歌，歌词史上最难的，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我干嘛给自己选一首 rap？ 哒哒，大胆寻情草，飞越洋洋荒洋不消。离远的烟消，如悲伤的灰云笼罩，每一寸地表，火流穿横扫，粉灰香浓街道。不是这首歌词很 rap。装满的泪滚烫狂飙，我忍着火流，周遭的一切轰然坍倒，穷途末路又该往哪逃？绝望的你就像不见底的牢，深茫海的一闪耀。这种梦境中我承诺陪你守在飞逝荒漠，怎样勇气你躲不过终生的生命的尽头，一直到最后不管多久，把希望紧握不肯罢休。这种梦境中我承诺陪你守对不轻言退缩，那所有的寒冬都不受的枕头回荡空中，即使千疮百孔，某一天那魂魄会化身不死鸟复活。等一下，你要怎样？这首歌真的很难，各位，这首歌的词太很难，口齿清晰很难，对不对？大云未降，众人无处求饶。我要抓那个节奏。受燃烧的祈祷，不免怀疑动摇，是否捏造真实的一角？飘荡宁静寂寥，却避不了被憎恨自私的假笑，永远散不掉。世界崩塌，仍无法阻扰。时针从不慢下任何一秒，纵然一把战场你要练身老，能因爱一笔勾销。直到做梦之中为你握紧手，在盲目的脉搏，在冰冻雪融，开启我最热血的鲜红，甚至到最后独自承受，把勇气抖擞，不愿沉默。直到做梦之中为你握紧手，就是记忆成熟，是风吹了松，摇了桌，拿了手反抗颤抖，也是挣扎，是冰冷。虽然像一个我，你就有千千万万个我。这很像那个灭蟑广告，有人懂我的梗吗？只要做我的重，给你弄笔上。只要做我们重。就是哎，蚊子广告，就是蚊子，你杀了一个蚊子，还有千千万万个蚊子。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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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这怎么是中人诺比的手在飞逝荒漠，将勇气都放纵向生命的尽头。明知啊，对呀、啊。把希望紧握，不肯罢休。只有纵火之中，我承诺不接受，就不轻言退缩。让所有的寒冬都无穷的疼痛回荡空中，即使伤口。对不起。
起。某一天那火光会化成不死鸟复活。我很抱歉。我很抱歉，很抱歉。有人知道很抱歉是哪一首歌吗？当当当！我没有叫蚊子，我是布丁，布丁狗，布丁布丁狗，蚊子布丁狗，很抱歉。我下次不讲这种烂梗。我蚊子啊。这很简单啊。巷子里沿着路下去，后有七间屋顶的隔壁，五层楼的公寓，斑驳的布满脏痕迹，面向西南方，大大的窗，舒服又温馨，一台琴，不多虑，只决定从四月起，是我的城堡，我的秘密基地，顺便趁机封存整理堆积在心底，厚厚一叠的回忆，买起日用必需品，增添家具，惊喜有座山的惊喜，我即将搬走换新的住所，那天抽空约好到那玩一波，虽然说不太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我，常常总对自己开口，终于搬走换了新住所，很早经过答应我上来坐坐，虽然里头狭小的不宽不阔，却都无法补救，因为爱残留着的冬，只光凭简单的几句，可能你也容易搞不清，左手不远距离，右肩头皮洗衣转不停，如果你真的弄不明白要怎么找寻，一条筋我早已等着你，一通电话就行，立刻出发前你先去学一滴。真的吗？半年前入秋之后，我们为某种目的逛着厨房的资讯，不是争吵闹嫌隙，或谁的问题像四季自然性的个题，我刚刚搬走换了新住所，若是寂寞约好到这许许久，透露着依然孤单一个人的我，代表什么懂不懂，连忙带走换了新住所，你的生活是否还过得不错，虽然角落旁的行李声一般的重，却又无法形容，因为还来不及。你看我在看演员，还有就忘记歌怎么唱。真的哦，其实我这段大家都学过，但是都没有跳过。有的是拿彩蛋的。即将搬走换新的住所，那天抽空约好到那玩一波，虽然说不太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我，常常总对自己开口，终于搬走换了新住所，红茶经过答应我上来坐坐，虽然里头小小的不宽不阔，却都无法补救，因为爱残留着。哎，有诚意吧。我心我只是之中一直都没能够搬走，送你一朵郁金香，
笑死！哎，居然你还记得这个，我以为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梗了。哎，其实这今天这套衣服很适合拍一个拿着郁金香的照片，但是这套衣服我 N 年前不是 N 年前，大概两年前，我声音快沙哑了，大概两年前有拍过这套衣服，有人记得吗？有人知道是哪一套吗？这个我们全部拿来看看，就很适合拍郁金香哎，假的郁金香，哇！哈，真的吗？有这么久？两年前？哎，一年前啦，一年前才对，讲错了，讲错年代了。是一年前，让我来找找，大概也是八月，去年啦，去年，我的声音快不行了，有，我看到了，哎，不是，错了，找到了，有两，有发两次，一次在，这是几月几号？五十七周前是几月几号？五十七周前对啊，差不多一年前，一年五十四个周，五十四周，然后还有五十三周前，哇，不到，那个时候是什么七夕情人节，明天公演见，这样，有人记得吗？欸，我其实一年前跟现在好像长得没什么差别，这样是好还是坏啊？居然没什么差别，应该要进步才对啊！还有这个，哎呦，麦跑走了。都是这套哟，我其实很久以前的直播应该有穿过这套，我们来找。应该是2021八月可能有穿过，我打成一二，找一下，肯定是有的吧？直播，我找不到。2021，我肯定是有穿过这件衣服直播，让我找找，我一定要找出来，我这个讨厌的真实，哪有，我直播也蛮常穿好看，哎，是这个吗？是吗？好，哎，不是，哎，哎，不是，很像。有啦，我记得，哎，啊，这个呀，这个啦，7月7号，哎，我头发好长哦，我会穿奇装异服吗？哈，标签，哈哈，太好的声音，大家哭卡了吗？你们回来了吗？基本上没什么差别。真的假的？在啊，那应该好了。应该在衣柜里。我真的今天看起来很清楚哎，你看我的睫毛。知道我今天是高画质。我今天是高画质的布丁。2021年7月7号。好了，耶。耶。可惜最近都只能在家里，就是在家里也可以漂漂亮亮的。哦，是啊。晚安大家，你今天过得好吗？你今天过得好吗？一个礼拜没有看到大家了。没有，我今天完全没有做什么改变，还是这个，不知道。哎，可是我上次就三颗灯了吧？这里的采光是特别不错吗？原来我房间其实采光很不好。只仅限于早上，因为我用这个啊，我放在这边。晚上就还好了。我发现我今天换了跟上次不太一样的，位置是一样，但是方位不一样。上次好像是在这样面对过来，哦，今天会变成这里。嗯。结果
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说它会有什么不一样，我就是就放在这里了。好 ，OK， 很棒。Hello。但是我不知道哎，今天看起来就是一个高清画质。哦，真的吗？好高清哦。对啊，这是新衣服。哇，新衣服哇，新衣服来，请展示一下，请敢展示给大家。蛮好看的，待会我再想想。想什么？再拍拍看。哦，那你成功了耶！我今天看起来真的是蛮高清，我要讲几次？要对，你要讲几次？你讲了第几、第三次？有气质吧，如果我现在不讲话。我今天也挺有气质的。我如果现在不讲话的话，我看起来应该蛮有气质的。哦、oh, ，你看你自己都心虚了。对，又可以拍照了。好，拍吧。礼拜三都是拍照的。哦，我是礼拜三直播去，我在跟自己试学。哎 ，Hello。现在讲话不要太强。已经很强了，来不及了。谢谢笨的告白气质。谢谢笨的告白气质。看起来就是一个气质小孩。哦，好，小孩，好，来，好，现在是老人。其实我也是很有气。哦，真的吗？看不太出来呢。只是他最近就不太。看不太到了，看不到太大气质。小时候吧。哦，对，小时候越长越大，气质。这很像天线宝宝。是另一种气质。嗯哼。哇，今天准准带你去流浪啊 ！Hello， 准准今天是没来，而且好吵。什么城堡？调小声一点。好好看哦，天线准准。准准，他今天没来了。今天整场直播就。不要讲话，好哇。我也需要休息一下，不错吧？随便点名，大点名，什么蛮好吃的？因为他说我的那个妆超级，怎么样？妆超级？想不起来哪个词汇？超级精致。拍得很清楚。哦，好，不错啊，拍得很清楚。像什么调过一样。哦，时间后置。嗯，好。我觉得有吧，有一点点，可能一点点。进步幅度不是非常大。哎，新的化妆包可爱。哒哒哒，先聊一下。好，聊什么？做一个正事。你要做什么正事？刚刚装完，你要做什么正事？不知道，今天要干嘛？你要干嘛？你不知道吗？到底？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你知道吗？谁知道？谁知道？欢迎留言回答。哦吼！让我看看你们留言回答。到底记不记得我说的话？我不记得。有点奇怪，这外边好立体哦。好啦。我感觉有后置。好，后置。真的会超级立体。怎么偏慢？你说讲话，讲话嘛，步调偏慢。就为此而来。怎么真你否？可以讲清楚具体一点吗？什么？导演？还是我们把直播大概？哈？什么？一点五倍速？对，21:00，我觉得21:00不好吧，不好吧？什么？10:30最好玩。哦，今天要玩10:30什么？死神最爱。好。好。你不要一直在那边。谁？好吧，对，就是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讨论。舞蹈咖的万人追踪计划。哦，万人追踪计划。Yeah, 很好，我一年一个咖的。不要现在用讨论，等下你们可以决定我的未来。嗯，投票。哦，我们有决定 cover， 哦，那天是决定 cover 的歌，然后再放在 IG 上投票，对，那是意外。你看，一年了，多了4000人。然后有一首呢，是我已经。对，我7月7号就讲了，结果呢？我8月底才发吧，还是8月？哎，你说要发两首的，好，现在补，已经补上。没有，你们不用讨论，你们大家就丢出你们的想法，嗯哼，进行一个。对啊。好，线上投票。你们不要先讨论好，这样不好玩。有我两首啦，我今年发了一首，补去年的。待会儿我再说我最近私心。你最近私心什么歌？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选组曲。
有，那时候十几首，然后再选出四首。什么状况？那我那时候都没剪头发，刘海很长，然后头发也很长。我最近刚剪头发。非常好。慢慢来，可是如果你们也不要选那种还了呀，这样子会变得很好笑。还了呀，分两个一块放会接在一起，可能会为什么要接在一起？跟他们分开发也是可以啊，大家想反差萌。嗯，因为我也有他们讨论，干嘛这样？我是你的朋友。好，迥异就是不一样的意思。好，迥异就是不一样的意思。谢谢你的字典。没有，不是大家，不是大家提出什么，我就一定会调吧。我们是要经过。你好任性哦！我们本来就是任性的。啊，那好好，反正我们等下再细的讨论。好。如果我八点半前没有闲聊结束，八点半肯定差不多。如果八点现在已经快十点半，八点半没有闲聊结束，跟我讲，还是没有人会记得。哎呀，闲聊。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另外一首歌，这真的是不管你们选不选，就是。大家先提供你们的 ID， 然后我等下就是把它让大家鼓掌，直接这样。在高亢的时候，我跳舞。VC 呀、啊，可以啦，我是今天没有。我们今天的那个直播就是直接看一年前穿一样的衣服。但是我就是我有一个自选区，一个自选，一个给你们指定，但是就是要经过严谨的投票，所以你可以先。我以后都这样直播好了。拿之前的那个，哎，好赞哦！没关系啊， nice、没关系啊，我也跳啊，这样有那个吧，有回馈到吧？毕竟我都拖了这么久，好像给大家因为哎，对，今天四周年庆祝一下，恭喜四周年！福利熊，福利熊熊福利。我刚刚的这个意见啊，可是如果大家是真的，哎，真聪明哎！我以后直播都这样就好啊，就找去年的直播啊，前年也可以。但好像也没有很常同一套。那我做的有点囧啊，所以就是说开放给大家，你们选择，你们可以选择一首歌，《我人真好》。不要不一首，《Hello 光痕》，现在柠檬的爱的烟火，先止唱。哦，我其实最近没有，这个也是待会的话题。今天有两个话题，主要就是每次的话题都会围绕在吃的。今天的话题要会有吃的。对，一年了还在吃。我是选择障碍，所以我今天是投票，我看就没有问题了。不要再想福利了。可是如果他们只剩下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了，算加码好不好？加码。假如说，可能1万、估计2万出来就直接。真的吗？我以前废话比较多吗？我觉得现在也蛮废的。对，就是这个，就不言不废是我们今天的一大重点。反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闲聊。哦，对，可能那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比较多，就需要处理技术层面的问题。对啊，废话都蛮多。那休息一下好了。百万粉丝跳给你看哦，真的吗？好吧，我等你吧。我的应该很多，要把镜头调整。这样感觉比较有那种面对面讲朋友。我今天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气质。好，我们自己讲。明年再拿今天的直播档，然后就变成是今年的去，那变成去年的去年的直播档。这个我们之后再讨论关于2万的事情，之后再还没2万呢，再把2万除掉，没关系啊，应该不会处理到了，还没2万，可能也不会2万，不用处理了，恭喜，没了，耶，不用处理了，姐姐，妹妹，我知道，不用处理了，妹妹，乖，舞蹈，等下你真的可以自己跳，好，我不太来念榜了。你不觉得我脸看起来？哎，这放在后面其实蛮好看的。还是我现在头发比较蓬。好了，今天念榜来，请念榜。灯光比较亮。你的声音出演。我很久没跟大家聊天了。Oh no！ 太久没见，你不觉得很久没看我吗？啊？没有，我以前蛮大的。什么话？反正就是我现在来聊。哦，对啊。最近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开始放暑假了。哎，最近你知道吗？我暑假快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被打开了某种开关，我突然开始进入一个烂泥模式，蛮认真的模式。哦，对啊，七月的时候我很认真，然后八月直接拜拜了。怎么会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刚开始吧，刚开始都女神模式。没有，我今天的整个人看起来。
今天整个看起来就很气质，还是我头发太长。你说什么？那个男神模式，那个用男神模式啊，还是好用娃娃音？娃娃音，娃娃音。好了，我们来念榜。今天的念榜 ，Feat， 去年七月七号的布丁，虽然他可能，但是也不会有，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反正就是没有，就是结束所有的课程了，就是结束这个高二下好了的学期的。那时候是高二下，我那时候升高三。啊，我想要选白的。今天的第十名是潘朵拉。已经算白了。好，今天的第九名是 Alan Green。今天第八名是阿本。第七名是凯旋。第九名是张颖。第五名是秦月。第四名是艾拉。第三名是侯英。第二名是我的朋友们，牧童静思。谢谢大家今天来收看直播，希望大家今天看得开心。那下次的直播 ，Hey Siri， 四个人，不是，还听不出来。Hey Siri， 马尔济斯，下次直播什么时候？好的，然后嘞。今天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他说好的，然后就不讲话了。Hey Siri， 下次直播什么时候？他回我好的，然后就没了。Hey Siri， 我新的规定就是，只要有一个人 Hey Siri， 知道的时数走。下次直播 ，Siri 在这，我可以帮你什么 ？Hey Siri。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嘉玉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Hey Siri， 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这是许久蛋的210707。不是你在讲什么？八金 TP 正嘉玉直播。我不是在问你，我现在播影片好白痴哦，好来收起这个影片。Hey Siri，Siri 在这，我可以帮你什么？下次直播什么时候？啊，他怎么不讲了？还是我没有放行事历？我没有放行事历吗？我看一下。没有，还是。哎，我还真的没放行事历。哎，我现在直播什么时候？哎。我还真的没有放哎，我也不知道下次直播什么时候，我来搜寻一下。等我几分钟。哎，我还真不知哎。是吗？我还没有登记上去是吗？不是明天，很抱歉。没有哎，没有，我们太认真太惨。十个小时，大概整个暑假，因为现在是还没有暑伏，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自习。为什么没有？不是暑伏之后也有几个礼拜是自习，不知道。对，我要直接回去睡，然后完全。哇，好，下次反正礼拜天大家就会知道。好了，今天的直播大家就有，大家下次见，拜拜。拜拜的，就是我很少会有那种固定拜拜。好了，拜拜。